饭店大厨告诉你们盐焗鸡的正确做法，鸡要选80岁的老鸡好吃，然后把洗净的鸡里放点生姜片和小葱，再撒点饭店专用的盐焗粉，然后把鸡的全身搓一遍，再腌制30分钟。鸡腌好以后，把生姜和小葱全部装进肚子里，然后装入盘子里，再放点食用油，放蒸锅里蒸2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饭店里的做的盐焗鸡是不是很好吃啊？